把它套上去。你有听到奇怪的声音？我听到。不用管它，不用管它。消失。我可以说吗？我受不了了。我今天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。什么啦？消失了！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消失了。好吧，哇，好厉害！你笑什么？好啦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啦。那声太大了吧，谦哥！这掉到后面去，掉到后面去。就他刚刚那个声，哐当一声，也太……我实在没有办法演出来那个效果。我把它拿出来，我把它拿出来。所以你就会想到，他是不是掉到下面去？但如果呢，你能够说服自己，告诉自己说魔术是神奇的，那你的心中就会留下美好的感觉。你看，消失了，消失了，消失了。因为真的没了。什么东西啊？超市刚买的可乐，拿空心圆筒套住，瞬间秒变大花球。还有这个可乐还在里面，瞬间消失不见。还不知道真心想学的，双击一下屏幕点个赞，老白给你们现场教学了。这个魔术不难，可乐其实还在里面，空心圆筒把它套住，所以说瞬间消失。一大杯牛奶，拿吸管。哥，功课掉，怎么回事？好，还不知道真心想学的，双击屏幕点个赞，老白给你们现场教学了。好，这个魔术其实表演的时候需要一个特制道具，一个双层杯，看见没有？小杯底部有一个小孔，会流着一个牛奶下来的。大杯的侧边，我大拇指这个位置也有一个小孔漏气的。我们表演的时候，把牛奶倒到大杯里面，把小杯套上去，密封起来。那你们看到的是满满的一大杯牛奶，其实不是的，中间是空的，只有侧边薄薄的一层。那我们只需要拿一根吸管配合表演，然后呢松开大拇指，让空气流进去。哎，看起来好像隔空喝掉了一样，慢慢降下来了。其实是牛奶流到中间这个杯子里面来了。通过道具在视频左下方。